冲呀，杀呀，都给我闪开，黄金跑车是我的啦。哎，顺路还击倒一个，快跑快跑。哎呀，尴尬，不慌，我有特殊的拐弯技巧。拜拜了各位，抢完黄金跑车咱们得赶紧去搜点装备了。哎，新版 Win93 舒服呀，在没有背景之前这可是最强的狙击枪。水手那边枪声有点密集，咱们一会儿可以过去操作一下。先开车占据一个制高点，就这里吧。哎，发现一个憨憨，来上一枪。哎呦，躲得挺快。哎呀，不好瞄准呢、啊、我现在手抖得有些厉害。不是，这小老弟敢跟我对枪，找个机会直接给他补了吧。现在还不能确定下面有几个人。可恶啊，要先换弹了。他这队友想跑去救他，看这角度应该是打不到了，不急，等他先扶起来再说。哎呦，这么快就扶起来了，来一枪头直接给我倒。你们接着扶吧，有本事就别出这个掩体了，看看是你们药多还是我子弹多。站住别跑，谁允许你跑了。哟，你还敢对枪，再次爆头击倒。哟，这又回去扶了呀，好一个情比金坚。我估摸着这应该是一对情侣吧，不然正常队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，只用这把 Windows 欺负他们，给这老铁修个脚。还敢出来，这回你就别扶了吧。连续击倒四次，估计这两人也是挺崩溃的。可惜他们遇到了我，希望下局他们不要遇到像我这么残忍的人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一下大宝的 Windows 击杀秀。我想决赛圈还拿着 Windows 的恐怕也就只有我了吧，先把这人补了，漂亮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想丢烟雾弹吗？预判一下，一枪带走，不愧是我。这又是哪里来的嘛？来来来，队友扶我一下。嗯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是真的难，为什么要针对我这个拿鸟枪的人嘛？最后队友在失去我这么个顶梁柱之后，也是直接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最后问一下大家，新版的 Windows 满分10分，你们会给他多少分呢？